大家好，我是 Masa。 这一次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好吃的沙拉酱。它叫自家製マヨネーズ，然后中文是自制美乃滋。如果大家常常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应该有发现我是超爱用美乃滋，不止淋在沙拉上面，还有焗烤拌炒料理常会加进去。那我通常会用现成的美乃滋，但是如果你有品质好的鸡蛋的话，自己做美乃滋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所以这一次我来介绍基本的美乃滋的做法，还有利用这个美乃滋做出来简单一道料理，还有另外介绍利用美乃滋做出来比较日式口味的变化，做法是很简单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做。有的种类建议使用 neutral 的油，就是油本身的香味不会很重，芥花油、菜籽油、大豆油都可以。我不太建议用比较味道重的，像是橄榄油。大家习惯的方式分开鸡蛋就好咯。蛋白可以冷冻起来，下次有机会跟大家介绍用蛋白做的甜点。很多人知道美乃滋是用蛋黄跟油混在一起做的，我有常常看到有人蛋黄里面直接倒入油搅拌，再加入醋调整味道。其实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容易分离。美乃滋的稠度是从乳化来的，就是水分跟油分结合的状态，所以要记得先把醋倒进去，再倒入油分，这样子的话容易做出来比较稳定的乳化，就是美乃滋。用白胡椒或黑胡椒都可以。如果要做滑润的美乃滋的话，确认选抹成很细的胡椒。加入黄芥末可以加上多一股风味，如果没有不加入也是可以。加入炼乳可以把酸味温和起来，加上奶甜味变成圆润的口味，但是比较 optional 的材料，加不加大家可以自己决定。用哪一种醋都可以，但是最好跟油分一样选 neutral 的味道，比较容易加变化。先倒入大概 50cc， 只要第一次倒入时候稍微注意一下，尽量很细的流量，一边倒入一边搅拌。剩下的油分成两三次慢慢倒入就好了。刚做好的美乃滋比较稀，放入冰箱一个小时左右，它的稠度会稍微高一点。做好的美乃滋可以装在干净的容器，用新鲜的鸡蛋加入醋跟油，基本上可以放久一点。如果保持干净的状态的话，放两三个礼拜也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介绍一下利用自制美乃滋做的简单的料理。
它是最近在超市买的，不一定要用它加入其他种类的香草，像是白藜香、迷迭香也可以。确认马铃薯已经冷却好，不然等一下加入美乃滋容易融化变成油油的。直接加入料理里面的时候，我的习惯是用比较粗的黑胡椒，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Ebi to Potato のサラダ完成啦。好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哦，看到这个沙拉非常的漂亮，这个其实已经完成了，但是我旁边还有这个美乃滋，所以我来就把它稍微淋上去，加入一点点，是自己做的嘛，要加多少自己加都没问题的，变成更漂亮。好咯，那我来把这个马铃薯试试看。では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哦，再来一个。嗯，我本来要吃一个然后开始讲话，但是因为这个马铃薯真的太好吃了，所以我就一定要吃两个。这个马铃薯的口感是非常的好，本来马铃薯是淀粉类嘛，所以吃起来还是口感会变得有一点粉粉，就是比较干燥的样子。但是自己做的美乃滋口感是更滑润均匀的样子，盖住食材吃一口就可以享受非常好的口感。虾子，哦，这个也是蛮漂亮的。好，では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哦，这一道料理是真的很好吃，是很简单的料理。因为美乃滋本身的个性不是很重，所以它会拉出来每个食材的风味，利用这个美乃滋做出来像日式口味也是很好。好了，那我这边有就是日式的风格ごま味噌マヨネーズ，我来就赶快吃咯。嗯，哦，这个也是很好吃，像这种口味是不止跟蔬菜，还有像しゃぶしゃぶ猪肉片还是牛肉片串烫，把这个酱汁淋上去吃也是很好吃。好，这次介绍的料理是非常的简单，自己做美乃滋真的很简单的。蛋黄跟油怎么合在一起，这个部分了解的话其实很简单，随时可以做出来的。而且自己做的美乃滋味道是比较温和，所以可以加很多变化。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做做看。谢谢。